来那么晚回来呢？子玉，我们要去坐那个飞行器。47岁林志玲有多敢穿？在录制综艺节目《花样姐姐》时，林志玲现场的举动险些春光乍现，直接吓坏导演组，网友不禁纷纷说起，这是另外的价钱吧。林志玲的睡衣出场很是清凉，导演组不得不打上了马赛克。林志玲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，关于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从身材到颜值，无论智商还是情商，她都双双在线。对于这样的福利，真是百年难得一遇。林志玲是娱乐圈中公认的性感女神，尽管已经44岁了，依然充满活力，人气也是非常的高。林志玲模特出道，粉丝基础很好，都是看身材入的坑，也不存在塌房的可能，而且粉丝数量庞大，所以林志玲一直是各个品牌商家的宠儿。林志玲也是把自己的极致身材发挥得很好，这一点看过某都市丽人的广告的人都知道了。林志玲事业上的成就可不少，平时出席活动也是非常多的，只要是活动的现场，林志玲总能成为全场的焦点。这怎么好意思我自己觉得大家常常会讲所谓的情绪管理吧，我觉得应该会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容以对，然后遇到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沉淀一下，然后冷静的面对，也是不少摄影师热衷追捧的目标。所以在林志玲出席某次活动的现场时，林志玲身穿开叉连衣裙，后背也开叉到了腰的位置，可能是衣服比较紧。尤为致命的是，林志玲在上台的时候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臀部，刚好被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幕。对于这极具女人味的一幕，林志玲身边的老外都开始了绅士眼，可是林志玲的这一切光环突然就因为一个男人戛然而止了。你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？没错，就是黑泽良平。这个看起来资质平平的人却是日本的国民男神。女星林志玲自曝出嫁给日本人之后，不出意外的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，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抵制，认为林志玲既然嫁给了日本人，就不应该到内地捞金了，夫唱妇随应该去日本讨生活了。由此可见，很多网友对林志玲嫁给日本人很反感，一代宅男女神便宜给了日网友本影星，有一种自己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。我疼痛不作美，我躺在床上睡，无聊的世界认为我，以至于那年的央视中秋晚会，原本邀请林志玲夫妇上台的安排也不得不取消了，反对的人实在太多，央视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影响，只能顺应民意。虽然林志玲方为了体面对外宣称是因为档期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是受到了网友抵制的缘故。当然林志玲还是很好面子的，后来就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，后续的资讯皆是由丈夫那边的媒体报道。林志玲放弃了大部分国内事业，正在辗转日本娱乐，还亮相了日本综艺。但上了综艺的林志玲画风突变判若两人，林志玲一身日式装扮就是入乡随俗了，网友不禁为林志玲的美貌可惜，浪费了天然资源。那么屏幕前的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会吧。